所以，但是你读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你无读英文，无读数学，啊，所以英文、数学几乎没有基础啦。啊，英文是按哪读？我是较早台湾有迄个新闻处吼，美国新闻处有一个进阶英文，我是按你家己读来。因为迄当时个智联没有办法读理工，啊，无法度去联考，因为无钱啊。虽然是哦，家里变化是无钱通互阮读哦。阮拢总十个兄弟姐妹，五个男，五个女。哦哦。啊，我是男的排第四个。第四。全家排第八个。啊，有几个即摆来伫美国？现在来在美国是七个。哦，这样也很闹热啊。很闹热。是啊，是。基本来美国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我爸爸要去的时候，因为我哥哥的事情，他这样撞来撞去，撞来撞去，他要过几年前跟我说一句，你去美国吼，赶紧将这兄弟姐妹给带来美国。好、哦，哦，伊讲这唔是咱住的所在，吼、哦，迄当时也要戒烟嘛，吼。是。啊，所以伊就先甲我讲，啊，所以我来的时就是，我拢替因办，我无经过律师办，一个甲因办啦。兄弟姐妹吼。兄弟姐妹办。You are very bright。哈哈哈！你会记你妹妹拜去拜托伊？你的記號、哦、有這書，有這書，對對對對對，對啊，我都提報說啊，不然你快點，那個一個人，感謝，伊嘛有這書嘛，伊嘛有這書，啊，所以，講到這個移民就是這樣，伊是戰寡頭啦，是啦，啊，我嘛是戰寡頭啦，吼，啊，就今天才來美國吼，我今年也40年啦。你四十年，中华好美。嘿，我中华好美。啊，我是伫中华生嘛，好美生。啊，则，我爸爸后来则调去台中吼，所以我是台中教育。啊，伊读嘉农的是。伊读嘉农。含考宏源同班。哦，嘉宏考宏源啊，对，迄个时阵嘉农哦，咱看迄出嘉农哦。打野球吼，迄出的，哎，所以嘉农迄阵真的 number one 的名声真好安尼，哦，甲考宏源点嘛在你讲，啊，搁去迄个菲律宾的时候，甲迄个李登辉总统吼，因爸爸吼，还是啥物，因有做伙，所以，阮今年。到美国我40年，我是42年，我给来再来2年嘛。啊，来到这就是因为过去伊这个白色恐怖的关系吼，所以就教育啦、生理、就政治上这都较无爱。较无爱。讲起来是安尼，有一个阴影伫咧。对啊。啊，所以我做生理的时候无用啊吼。无所有的社团，啥物我拢唔敢出来。一直到李登辉出来时，吼、哦，不管伊是啥物政党啦吼，但是我感觉啊，咱应该该 support 对，哦，啊，所以我伊同时才出来讲啊，无我出来参加这个社团，所以就是去参加李登辉的自由啦，为了。哎呀，伊个是安尼来啊，啊，所以讲个李登辉，我个把他当作一种长辈嘛，吼，对，是安尼。其实伊是从阮姐夫，阮姐夫是，阮二姐夫是，我那时代，我三姐夫啦，我三姐夫，伊嘛是时代毕业个啦，啊，伊做这个做牧师的时候，李登辉是伊个会友啦。好。在台湾高雄的时阵嘛，所以因拢是。无，伊伫迪化街。迪化台北的时阵。台北迪化街，伊就做伊的牧师，啊，所以因两个，因伊嘛，因差不多8、9岁，吼，啊，所以两个足有话讲，所以常常伫圆环遐咧开讲，
啊，后来伊去啦南部去讲道的时候，伊都会做省长，伊嘛都会找。嗯，算老朋友。算老朋友。啊，甲做总统了都无法度做伙啊！啊，阮爸爸是吼，伊是一个诗人啦。哦。伊定来讲李白七步一首诗啦，伊用伊三步一首诗啦。哦哦哦。确实有影。啊，确实有影嘿。伊伊的照片，伊大概。我大概有，可能有伊的伊的作品。敢那用塑胶，敢那的。嗯。啊，恁兄哥。这嘛嘛。一本，我提出来。哦，一本你知影有伊大哥写的一本。西瓜，哎。哦，西瓜有。有。有西瓜嘿。你敢是有一本互你吼？也袂咧。啊袂哦，你也袂互。我也袂好伊啦，我敢那也要看方面咧。啊哈哈，日本嘛吼，嘿，啊，讲会晓看日本的人生，啊，吼日本吼，唔成日本吼，吼，这都爱看，要看日本的，真日本的。伊吼，食拍算的时候，你去看一下的。哦，这是啥物？这恁兄哥，阮爸爸，阮爸爸，这是爸爸啦，嘿。你看一下的。伊写字也水，文章四书五经吼，哦，倒背如流。啊，这你会当翕着无？嗯，对了。哈哈。啊，布莱德的回忆录也未，也未写，也未写。啊，用啥写啥？回忆录啦，无啦。哎，哦，所以伊拢这七句人啊。嘿，七言。啊，那吃饭谈啦，吃两个大件。伊吃无菜吼，伊在诗吼，伊在诗是，迄当时阮妹妹有一个出版社，啊，伊所有诗，甲集的，包括这个诗，参包括伊写的一挂用手写的物件，包括迄个一挂。哦，迄啰古时候的迄有药学物件，手写，哦，啊，交予人，交予台湾一间出版社怎个，也无收伊。嘿。哦。毋是无收，全歹行伊啦。哦，怎啊交警备总部？毋是，伊。出版社共食去啦，食去，嗯，因为迄药，迄药师吼，无迄已经绝版的物件嘛，哦，绝版的东西，啊，这参伊所有写的诗，伊拢无嫌伊嘛，拢无，啊，所以我干那这吼，我再 copy 去，嘿，是安尼，嗯，啊，咱佫袂晓，无法度甲伊，无法度，啊，因为咱来已经来，我都甲争取，也是讲，啊。伊敢若讲胖起啊，胖起，哎，胖起。安尼讲呢，就安尼一声就刷起啊，实在是啊。是安尼啦，即吼，因为我就讲到即功夫的事，现在咱人呐做啊较好哦，就想你的子孙还是有好的那个回馈回报。因为迄当时，阮伫台湾时，我细汉的时吼，阮爸爸是咧做 grocery store， 啊，所以迄当时物资的缺乏，油盐啥物，干嘛点的是欠干的吼，啊，但是大家无人食的时，阮爸爸讲，袂使囤的，全部爱买，啊，所以阮头前拢摆啊，大家拢来要买盐啦，要买糖啦，要买啥这必需品啦，是，哦。啊，阮迄当时有是因为阮爸爸迄当时做通译啦吼，啊，所以伊有摕到一挂 license， 就是讲日本人，伊都伫咧做通译的时候，交伊足侪朋友嘛，啊，所以伊拢有开 license， 有一挂配给啦，啥物想
酒啦，啥物吼，有分酒，啥物，在北京，全米，嘿，全米，嘿嘿，啊，所以阮诶物资无缺乏嘛，哦，所以你只股。我我卖讲什么人，伊原来同阮做同款的，但是伊囤积起是赚足侪钱。嗯，干杯，干。冇紧，冇紧啊。对啦，有诶。啊，但是起价吼。但你会起价。但是我定来同阮哥哥咧讲啦，伊讲，结果因迄个家族规个后摆拢败去。哦，啊，阮这兄弟姐妹虽然有这白色恐怖的这个问题吼。但是阮大家拢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大家拢第，大家拢真好，吼，啊，拢走正途，啊，家己，大家拢独立，拢家己拢有这个，吼，这个 finance 的这个 independent， 所以就是讲，啊，我那是父母真迄落，吼，就是讲有善心，啊，所以今仔咱才一定得到这個。这个回报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还是有啦吼，咱不是不报。是啊，所以就是安尼，来美国啊，过了真紧哦，四十年到啊，啊，阮囝是1981年12月7日出生。哦。啊，都算。安尼算较慢咯。较慢对，四十岁是才有。你40岁，所以你生两个，一个娘，一个娘，啊，和我同款。啊，好佳哉！迄个时阵，啊，因妈妈吼，因妈妈伫即个80岁时来，阮家啊，佮搬来，所以伊也来美国。80岁时，83来，啊，全佮阮住做伙。所以迄阵时阵，囡仔细汉拢按阿妈照顾，啊，台湾话就是佮阿妈学。哦，吼，啊，国语吼，我甲伊讲，啊，英语，伊都电视啦，学校家己都拢熟练的，所以即马三种语言吼，拢会晓，会晓讲。啊，我可以甲试看卖。啊好啊，我算，他拄啊转来。现在我出去嘛，现在，我来甲看卖下咧。我见。甲邀请者。哈，特别是。其实。是安尼啦，这是伫遮美国要徛起，吼、哦，我是感觉真重要，就是讲你的做人啦、啊，吼、哦，啊，敢若客气讲一句话啦，咱有善念，吼、哦，咱无。袂讲安尼想讲空空荡荡去害人，无即个拢完全无啊，所以，阮家人讲我想过戆直啦，戆直，伊讲戆直啊，我毋对，阮妈妈甲讲，无紧，戆人有戆福，哦，就是因为食调直，哦，啊，所以做生意的时嘛食调直，有就是有，无就是无，所以会当建立迄个，即个怎啊？建立你的 credit 吼，就是原来爱对遮来，是，啊，所以了吼，我毋着了，公司无做，伊做房地产，伊讲你伤闲啦，伊讲我伤闲啦，啊，所以伊就看到。地啊，啥物讲？啊，无你去做 construction 啊，所以我有一站哦，做 construction。迄段2000年以后。1995年以后，吼、哦，95年以后。95年。不过95年以后是安尼，因为我想讲，啊，我最后 master 无摕到吼，想无过来读册啦。哦。嘿，过来读册，所以我就转去
我走去 UAC 啦吼，因为我的 qualification 就是讲，因你做过公司的总经理，做过经理，做过总经理 ，qualification 就是讲你可以读一年 MBA， 嘿 MBA 一年吼，啊用公司的这个 qualification 哦去读一年。啊，我去 UAC 的时候，伊讲会使，但是你要住在学校。哇，袂使一年，我说袂使啊，囡仔咧，后老母伫遮，啊，袂使。住在学校。住在学校一年。出去了。好嘞。啊，落尾我想，我安尼袂使，啊，战乱无是不是问题的吼？啊，落尾选我选 Clement。Clement。Clement， 五万块。啊，但是我无你得阁走遐，得阁收遮有诶无诶。嘛无，嘛是无通诶。啊，落尾，落尾，阮妈妈问我一句话啦。伊讲，你搁读册要创啥？我讲，有影着对，要读册要创啥？哦，因为，我讲，搁你讲有需要。太太有他。嘿啦，啊你啊，我是讲无啦，伊讲你搁摕这个 master 要创啥？是啦，我知啦。啊，我是讲，唔知要创啥。啊。啊，所以呢，遐拄好。妈妈迄阵伫遮，即摆伫遮，阮妈妈问我讲：“你搁读要创啥？”我讲我嘛毋知要创啥呢。啊，所以伊有一个表加问啦，讲你是要你读了这个是要 promotion， 后摆做较悬的，还是要做啥？伊十条内底，我敢若一条讲，我想要搁加学一项物件啦。啊，出来吼，毋是讲你要摕较侪薪水，啊，你要搁做。去给你做经理，我都唔是啊！啊，所以拢总唔是的时候，遐拄好啦。我拄拄啊好，敢若是有志结石，痛啊！我怎个胃做掉？哦，真无去读。伊才讲啊，你去做 construction 啊，所以我嘛去起几间啊厝。啊，也算不错啦。起新厝，互人住。起新厝，互人住。哈哈哈！家己住老厝。住，嘿啦，因为我1989年吼，我着落去，迄个时阵生理较无利润较薄嘛，所以我着讲后日袂使了吼。转去阵 real estate 吼，哇，当钱嘛，1987、88，哇。啊，所以一个医生太太朋友也去考，甲我等，我摕着一个律师太太啊朋友也是甲我讲，我摕着啊吼，我讲，哎呦，无我嘛来考，啊怎去考？我嘛安尼一边就调，足面子直直赚，直直赚安尼。啊，所以我89年摕落来顺势了，我本来是想讲家己要买吼，较知影安尼啦。但是一做落去，煞都爱投入哦，煞变做全职。啊，伊迄个时阵，是公司就安那，拄到一个真大问题，就是迄个 LED 咧闪，迄个专利权吼。哦，迄吼。去予犹太人啊一个律师的 group 来甲告，告因遮所有咧卖这三点这闪遮啊 distributor 啦，还是遮啊厂商，拢总告啦。啊，所以伊迄阵吼，关起来，嘿，抓咧吼，嘛不是安尼关起来呢。过因大家合的，再厂商吼 distributor 大家合的来对付，最后是赢。哦，赢就是安尼啦，因吼。啊，不过伊有一间公司吼，是专门咧甲买 pattern 吼，啊来过过这人啦。啊，阮拄拄啊。我伫洛杉矶有30几个啦吼，包括印度人、啊东方人吼，都30几个厂商啦，这拢钓着啦。啊，钓着的时吼，
但是我做上久啦，吼、哦，我做上久。佮另外佮一间就是香港人，伊个往那做真久，伊个财力也真好。啊，我因为做久吼，啊，人客拢足大嘛吼，啊，所以伊告的时吼，阮就联合起来请律师啦。但是，迄律师有够贵啦，来5000块、6000块，哦，无偌久啦，定大家走来了。大家拢乖乖的，啊，最后剩3间公司啦，啊，最后才剩2间公司啦，啊，结果过了，因为这个物件吼，伊咧过迄程序吼，因为真侪物件我是真早就做过，你哪有啥物撇断？所以我提出来的这些物件吼，因无多回答嘛，吼，啊，所以。伊叫的一间律师公司，佫毋是专门咧搞撇断，所以都无啥啥，所以因才输去啦。最后输去的原因吼，当然我毋知啦。因这律师专门咧搞律师的这一个 group 吼，原来真强嘛。啊，伊来甲 interview 的时候，我拢提出个 question 嘛，啊，伊就去个 question， 啊 ，question 伊无多回答，无啥啥，迄几啊十种的迄啰。诶，物件吼，伊逐项拢甲你过啊！我有几啊十种诶物件，你多一项，我讲你多一项是拍断，你甲讲啊，哦，所以伊就我都回答，我都回答，迄时间就过去，所以迄个只brown哦，就甲讲你安尼输去，是安尼输去。但是犹太人吼，大家印象全歹。系啊。吼，对啦，犹太人好的人煞愈来愈少。是啊，因就是专门甲你告诫嘛。啊，但是哦，这个律师吼，这律师 group 哦，伊摕到偌济钱，你知？应该摕到几啊十万啦。啊，伊甲 Christmas 以前哦，敢若寄23000给我。好认真。嘿。我想嘿，那会卡两万三？律师费都卡无。阮知影伊摕着在50几万啊，30几万，我袂啥记得啦吼。啊，我曾参迄间香港迄间公司，讲下面怎？哎，伊讲伊无不对嘞，啊不对面怎？你无依法啦。所以嘛是真嘞，就算啦。所以，这个律师我那犹太人，一个印度人个。我唔知啥物人，我嘛唔知啦，反正伊古鲁布嘛。那即马来，阮后生是专利法的律师。啊，对啦，都伊在跑前去咧。阮后生真好心，伊讲会当negotiate，就negotiate。嗯。会当卖上法庭，卖上诉的。啊，人若要请专利，伊拢。讲，你请这专利要送啥？你的目的是要送啥？嗯，哦，啊，才有分五点、6点的专利，安尼你上便宜的迄个就好啦。吼，因为伊拢 small case， 伊家己开业，吼、哦，所以真济小公司，吼、哦，即摆尤其是中国遐厂商，吼、哦。因政府有该出这个申请专利的费用，哦，唔知一半补助一半啥？你讲大陆的专利哦？嘿，为2-3年前开始，嗯，请来遮请美国的专利。啊，阮后生敢若无用的，敢若伫接生，接生为台湾为中国来，接袂了。诶，釜山高头。年轻啦，吼，是不是？要讲年轻吼，所以这就是以后伊真好的一个经验嘛。对。迄个哪做都哪有经验都哪大 ，case 啦，愈来愈大。是。哦，所以你买啊，卖公司怎关起来？是。无别人接去。有啦，是阮等于当时阮姐姐因接去啦。本来是，我本来叫一个学生来甲接，吼、哦，啊，就是讲了无啥好势，
后来嘛有搁一间另外一间公司想要来接，啊，但是伊迄足厉害的人吼，我想想无啦，啊，所以阮姐姐因阿孙阿都讲伊要接，啊，就接去。1994年是因伊甲因姐姐遐兄弟遐办新婚拢到啊，吼，啊来遮要创啥呢？啊，伊拄拄啊，迄时阵哦，这个老师吼，哦，母甲人安尼足。足忝个，精神真累啦。啊，怎讲也无爱做，无爱做的时候，因姐姐就讲，迄囡仔就讲无，伊来有做看卖。啊，因为因弟弟安那伫公司做，所以安那全咧继续搁伫公司。啊，这间公司哦，等于上也无甲贴钱啦。啊，无改名。伊有改名。我来改名。改名。我是 Brico International， 啊，伊敢那讲 Brico King。不过 ，King King 的意思是王啊，Bright 公司，王 Bright 公司就 Brico King， 无无正大改变。系啦，我个改案啦，哦，我说 Brico King， 但是因阮弟弟因为伊人也真聪明啦吼，啊，所以伫这个公司个花赚真侪钱。哦，啊，也要去做秀啦，哦，因为是爱去做秀，啊，拢阮小弟咧个花。较早公司做小拢吼，本来一个人去，啊，我是过来对公司，吼，啊，出会了啥？做小吼，是真辛苦啦，爱两个较好啦。嘿，啊，都无人呢，吼，无人。啊，我都设计一个安尼关嘞，吼，啊 ，display 安尼扭嘞，啊，一个卡通啊都去做小，啊，家己设立。这个料，吼，啊，物件摆摆嘞，啊，都无几样电子物件足少。啊，若买平素收收嘞。叫妹妹小看一下。所以两三天还是不错的。是啊，哦，所以美国大都市所谓 convention 吼，拢走透透。啊，那做生意啊，了着啊，迄附近风景看看，所以几乎拢啊有几遍啊。哦，我就参与去安尼啦，啊，较大像纽约皮面秀的足大，芝加哥迄嘛是足大，我就参与去。嗯，对对。伊当时是安尼，因为我也咧家己做的是咧做 department store。嗯。啊，这 department store 是安怎拍呢？就是讲，因为伊当时电子物件足少人做嘛。嗯。迄嘛电子物件，敢那三个人，三间公司伫咧做。两个香港人，啊，一个就是阮，啊，所以我若一出门，每一个大都市的 department store， 我卡五间，不出门以前就先卡，卡才能用。啊，因为因这电子物件吼 ，department store 拢无嘛，哦，啊，所以吼，无管你英语好啊歹，反正你讲会通，啊，要买物件。啊，所以我呐五间差不多拢约三间，拢约会着。啊，因的 buyer 吼，我来讲讲嘞吼，因的 place order。哦。所以几乎全美国吼，所有的大的这 department store， 我拢走过，一出门差不多两个月啦。啊，所以你上飞机的时候，真少东方人啦。哦，他们回来。真少东方人。Robinson and May 啊，吼，啊，怎样？即马都无去啊。哦，嘿嘿。我古里那边伯哥啦，你讲会出来，所有这种话，蛮干净话，大部分拢做过。嗯。啊，拢 department， 但是迄 department store 问题出在 warranty。退货。嘿 ，warranty， 所以到后来，我唔再去加入 ASI， 后摆过一个 ASI 啊，什么？我两个阿叔先生，嗯，哎，东西因还是有一点排斥迄、那个，甚至犹太人伊嘛是有排斥。啊，去的大部分拢白人啦，真少卡罗人。不过他的长相哈，我的长相很像外国人，很像不像哪里的人。伊我十种的。我最近在拍 Benjamin Franklin， 啊，你的面貌啊，都含伊。是啊，因为看迄敢那有迄荷兰人的，不是，啊是啥物？不是，我可能西班牙。不是嘛，不是，敢那本
阮阿伯迄边的人有去查吼，去大陆查迄个，敢那伫前面曾祖父迄边吼，伊有一个查甫的吼，啊，带着阮迄个王家的人吼，啊，伊迄个人的用 description 吼，就是讲人又高又大呢吼，就是讲迄个壮。足强足壮的，啊，所以迄个名看起就是外国人的名。啊，所以阮阿公的样子就是外国人的样子。阮爸爸的样子吼，较早一个相片伫遮，我有一寡在开 party 的时，一寡伊美国人的这附近啊也来吼，伊讲啊，这是 Caucasian， 伊就是安尼来，可能是我咧想，因为阮迄当时是。姓王的是伫河南嘛，哦、王家庄啊，魏晋南北朝的是一个向北跑，一个向南跑，啊，阮呢是跑到开封嘛，哦，啊，所以王家，所以你像大陆来呐，姓王大部分拢是东北山东人，也是安尼来，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呢。啊，都姓的人，爸爸就是足官。啊，有官就是足闽南，所以姓得因爸爸。所以，迄当阵是你家叫的官。小花应该互相吸引的款。哈哈哈！当然啦，一个人的外表吼，一定是先吼你看得顺眼的吼。是啊。哈哈哈！啊，大皮啊！哈？伊哪会晓大皮？伊嘛是书呆。书呆有迄个风情，啊！无啦，师范啦，师范，我师范伫师范时吼，有风情嘛，风情。啊，我小时候吼，阮的一个老师在西加洛克，蔡家乐，伊就是学音乐的，啊，所以伊定定爱甲阮做迄个，迄音色的音的迄个 test， 音感的 test， 伊迄当时就甲讲，我是。绝对音感 ，absolute pitch， 绝对音感。我因为小时候就是已经绝对音感，所以台湾迄东西第一个滕天子呀，滕天子来台湾在台中演奏的时候，伊突一个吼，我随个听出来，因都听不出来。我真是一，就像一个音突起安尼。就马上可以听出来，迄个音感真好啦。虽然我是唔是学音乐嘅，但是啊，就是因为也是因为爱好古典乐，所以才捌你。这人是一个缘分啦。所以，我咧讲到这个1989年哦，啊咧。做 real estate 了，伊 business 都无做啊。无做了是，我 real estate 煞愈做愈迄落。我阵啊，我本来有 private lesson， 偏啊 private lesson 吼。啊，后来到1995年，我就全部停起来，就无做啊。所以阮儿子5岁时，我就安那教伊弹吼。啊，伊的同学7岁时。伊小学同学吼，啊那阮两个吼，啊那拢来那咧学，啊伊嘛拢做伙，哦，我真趣味。啊后来呢，一年了吼，我就无教吼。啊，所以阮儿子嘛，常都讲，你怎么不再教了吼？就喜欢。后来我就甲伊带去教这个和风吼，去学这个小提琴。啊，我伊嘛学10年了吼，伊就讲。伊吼爱专心迄个高中的学业，因为拢爱你伫伫高中，你一定爱去加入 orchestra 吼。伊讲迄课余时间练习较侪吼，伊爱专心吼，所以就怎么了就无学安尼吼。但是即摆就是讲，囡仔咧学这是咱大人的意思。伊即摆则过后拢会甲我讲，我是来。伊迄阵对学小提琴的时候，啊，那对5岁学到15岁安尼吼，啊，那有10年啊吼。哦，伊家因为其中的老师吼，有一个足严的啦，迄日本老师吼，足严啊，特别吼，拢安尼，常直干的，直干的，拢无达到伊的标准，啊，就无啥认真，无讲真认真的练啊吼。啊，
过后，伊即马就是讲，伊上个上个痛苦的，就是讲伊的迄个童年吼，拢伫咧互老师骂，干那记着讲拢咧互老师骂啦。你叫我去学迄小提琴哦，你叫我学吼。是啊，我安尼痛苦几啊年哦，我想讲，哎呦，那这种的反应，所以有时就想着讲，咱是大人的想法吼，有影不见得是小孩子会是迄落。啊，小孩子吼，伊阁唔敢甲你反抗呢吼，你叫伊创啥就创啥呢吼，想妈妈意思吼，啊安尼，所以这边就想起来讲，安那。顺其自然啦，爱学习讲安尼吼，顺其自然。即几冬啊，我嘛拢甲阮新妇讲，阮新妇伊都我啦，敢那虎妈，迄个泰国妈，伊讲啊人过去补啥物，啊去补啥安尼，啊囡仔吼，拢改功课以外吼，甲排甲无人个节目啦。对。念伊要学啥学啥，我就一直甲伊讲讲，莫啦，莫安尼啦。咱就是传统的吼，是啊，买一项啊，两项啊。但是即摆父母就是经济环境真好，才会当囡仔。我细汉的时候，要考试的时候，不规班拢伫咧补习啦，然后我一个无啦，啊，我真艰苦，因为无钱嘛。啊！我直看因咧补习，拢伫楼顶哦，光影影吼，我著去看，人拢咧补习啦。迄就是初中诶时哦，大概就是咧补习哦。啊，就是我无，我倒去补习，啊，著看人咧补习。所以讲，即摆经济环境好，吼，啊，会当互囡仔学真侪物件。阮咧当时无嘛。对啦，对。对无？所以讲。这个一路走来是安尼，家己真打拼。迄有阵时啊，就像我咧讲，咧做生意的时吼，我嘛咧做生意的时，因为无钱做生意，我大概在农村拍过买一间厝的时吼，我先去存两千块，啊，才出来开始做生意，两千块啦，美金，无啥物任何钱啦，哦，啊，所以。两千块是要哪做生意？干那印一个卡刀落去都无法度印啊！啊，但是我就是用迄比较较节省的方式，用迄个卡币嘛辛苦印，所以就是安尼啊，所以就是讲很辛苦这样一路走来吼。所以有阵时啊，就像伫咧做生意的时候，一开始做迄个第五年内底吼，哦。第二天心肝噗噗菜，讲今仔唔知要活落去无？啊，进前一定爱进前啊，啊退步袂使断呀。哦，已经来到美国啊，所以就是讲，一定要在这里奋斗下去。啊，无生意，无生理的背景啦，吼，啊，也无经济的资源啦，全部拢无。两个就是安尼，靠！我想说大部分早期咱来差不多拢是安尼情形啦，拢靠家己吼，啊，伫遮呢努力吼打拼，啊，所以到这个我开始做1989年开始做旅游资料的时候，啊，做吼，啊，伊也退休啊，伊55岁就退休，退休了时，啊，我以为安尼咧看过，迄阵后来咧起厝嘛吼，都足蓬勃，啊，所以伊嘛安尼去天波西提啊、三吉贝啊吼，啊，拢有去过吼，啊，去这个坎多啦吼，啊，去了那边，啊，天波西提嘛是，但是吼，拄到这个2000年以后，2001、2002迄个时阵无啥好。拖安尼，所以去了时，2000年买啊，去了时吼，我想讲要赚些钱，我也是真恶啦。啊，租人啊！哈、啊？去好租人啊！啊，
迄阵都无想，迄阵都敢若想讲吼，不，因为甲银行借钱嘛。哦。吼、哦。起初是一种，要若讲起来是讲艰苦谈啦。嘿。那也年轻的时候，你拄到什么代志都会去拄到嘛，因为建房子吼，扛小心。讲较歹听，就是讲真黑暗啦。因为伊要用啥物材料、地怎样料，吼、哦，啊，你要动着啥物问题，啊，这个问题不限定是 supply 吼、哦、的问题，啊，建筑的、阿地的问题，甚至政府的问题，对，是你碰到代志有够多，啊，你得去解决。啊，当时还年轻时，无要紧，我就是车塞，就去找这个。这个organization去查，查去讲，吼、哦，啊有阵讲，唔讲咧，你得当来解决，啊解决你就有阵牵涉到 utility， 牵涉到 water， 牵涉到 design， plumbing， 有足济足济问题，啊甚至讲即个疏烂的问题，所以嘛是真头壳痛，讲起来，啊咱即摆压力。咱无都，咱无都接受这个压力，迄东西还可以。至少60岁左右啦，哈。哎，冇错。所以，就是安尼做，安尼了吼，啊，离开这个生意，啊，离开这个开发了，啊，伊一个机会，伊在迄个银行，银行吼，请伊去做董事。嘿，爱投资啦。无啦。嘿，啊，投资是吼。因为伊即间银行吼，伊也无爱讲，互你进金，互你投资啦。哦。等于讲，请你入来时吼，伊一种聘任安尼吼，做董事。这是世华银行。嘿。哦，世华。世界华商银行，迄个头家是日本来的，或者蔡明义嘛吼。对啊。啊，伊当时一年伊带足侪钱来美国，吼，啊，就是银行啦，啊，迄、那个。伫当当迄个标顶吼，有一个标顶30几楼吼，迄阵足出名，蛮足出名嘞。啊，伊来时就是讲，伊规头壳想的是，毋是美国式的，就是日本式的，但是直接袂通嘛，行不通啦，甚至咧换银行的时候，伊嘛是用日本式的想法啦。啊，所以等参美国的这。这个政策怎法律吼、哦，有一点格格不入嘛。嗯、但是伊占80几%，伊、哦、有权请所有诶董事嘛。啊，我是安尼叫。啊，伊就讲你免摕偌侪钱啦，吼、哦。啊，就一个意思安就好，啊，就来甲我银行帮忙啦。伊安尼看伊讲安尼真正派啦，吼、哦。啊，就直直请，啊头拢唔咧。我们是吼，我拄一个机会，甲这个银行的这个董事长吼，这个主人吼，啊，做伙去迄个阿拉斯加坐船佚佗安尼，吼，啊，伫遐大家搁较认识，啊，转来时就搁讲，请王贤来做银行的董事啦吼，啊，迄阵就因为听讲你若是做董事，万一银行有漏税有啥？哦，你这当时啊，的财产上面拢会，有这个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对了。啊，所以当时我就，因为我有 financial advisor 嘛，哦，啊，我就跟问，伊家讲哦，你的 exposure 在目前来讲，你 exposure 太高了，你有 responsibility， 你最好是不要了，啊，我就想啊，不卖了，我规划无。啊，无想要做这個，啊，所以伊拍6个月，直直干着咧拍来，直直拍，啊，一讲哦，老人家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哦，我无多应付伊，就叫伊去应付伊，最后则我落尾伊家讲，人这么好意吼，人这么好意吼，你还是去给他做一年吧。啊，我落尾想想，我参我 CPA 讲了啦，吼 ，CPA 是讲，啊无。你自己决定啦，啊，我真，甲讲啊，无我甲你做一年啊，又无啊，当时那会做一年，我安尼哦，啊，一做变做12年啦。
讲起嘛是，这个是人真好啦，人真好，一个机会啦。我了请迄个好的经理给导化啦。有，哦，落尾是安尼，最后一个总经理要走吼，了，伊叫因孙啊，因孙啊来接，所以最后总经理是因的，伊家己因弟弟的囝。啊，但是袂晓讲，袂晓讲台话，干那晓讲日本的什么英语啦。英语，所以阮开会是拢用英语开会啦。啊，迄个讲台语。有啦，伊迄就是有啦，有董事会的，有董事会有车马费，嘿，车马费。还算不错啦，一个月开两遍会嘛，一遍是董事会，一遍是迄啰long committee啦。啊，阮若去开会，就是拢有车马费啦。车马费算是付得很好啦，付得很好。啊，尾啊，你敢无其他的银行，你有投资？无。我想讲，无啦，无啦。有啦，人咧招啦吼，咧招，但是因咱也毋是偌侪钱吼。啊，就是招，就想讲，迄上早迄是万通银行啦。哎，万通有咧招啦，啊，啊，佫，咧招，但是伊都无讲正趣味吼。万通银行啦，啊，迄个康田联通变是啥？啊，大通啦。大通。不是大通。对啦。康田联通就是赖。康田联通就较大安啦。大安。大安。哎。大安。啊，这两家人都拢直直变，拢袂掉，拢直直变啦嘛吼。啊，所以他就这样了。啊，我就在做 real estate 吼，啊 ，real estate 就安尼做，哦，安尼真辛苦啦。啊，是讲我的个性，因为做老师吼，甲人的关系，一直都是很有兴趣。real estate 伊是足认真做，有阵时也是安尼啦吼。阮两个诶想法拢差不多啦。当然你要做生意。就是要爱有一个生活，就一个 return 嘛吼。但是真侪代志就是讲，阮咧做的时候尽量把它弄好。至于你的那个 return， 就是讲你的财务的报酬哈，不是看那么重啊，你一定要把它弄好。哦，啊，就是讲你若把它办得真好的时候，你自然就有这个 income。所以是安尼啦，所以有啥食的，真正恁做都唔是讲为了要爱即赚这钱，你也家己做好嘛，不要做到出了问题。是啊，你去大会馆做校长。对。哦，台湾会馆的是。台湾会馆这边是因为。因为我伫遐咧拍乒乓。哎。哎啦。啊，因就直直讲，应该叫我入去做。哦，做迄、那个，啊，因就知影我较早背景嘛，吼、欸。做老师。哎、欸，做老师，做迄、那、落、個，做迄落、那個，啊，所以就讲，啊，无你来甲阮做会馆的董事啦。我头先想讲，嘛，啊是安怎才好？吼，啊，落尾伊就讲，好啊，我就去甲做因的董事。我伫遐做董事的时是做第二，我伫遐，你若要做。就是你爱共做啊，正好，所以我的迄落，所以我一年十二个诶董事会，毋捌参加过，敢若一边我去离开的时，是因为参阮囝去 Texas 吼，去开会的时，迄边无人听，所以我读册的时嘛是安尼，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毕业，或者 perfect attendance。生病也去了，全勤啦。全勤啦，我是全勤啦。啊，所以我咧做迄落当时的事，我原来是全勤啦。哦，啊，因讲你得爱，你若做当时得爱有偌济即个哈名额，就是讲你去买爱有一个额度哈。啊，我迄拢超过啦，五千块。你即摆就是伫内底嘛，对不对？我也无好机会。啊，无，咁是。我也无，我拢做义工尔。
哦，安尼，哦，阿爷是杨家友，哦，家己兄弟。后来就是因为台湾，我因为本来台湾体育馆有一个叫台湾学校，对，台湾学校，啊，台湾学校是一个温牧师伫咧做，对，哦，啊，迄当时因为已经无学生啊，哦，台湾剩下三四个学生啦，啊，伊讲安尼袂使，安尼。啊，无来成立一个台湾学校，哦，啊，就想啊，我着做过老师，啊，搁做过辅导主任，啊，就叫我讲，啊，无你来兼，我想想嘛好啊，哦，啊，着开真济课，嘿，啊，伊着所有包括所有 activity， 所有卡拉 OK， 所有啥物 computer class。啊，反正所有的台湾的馆所有的活动，甚至迄个，哎，乒乓啦，吼，啊，只要台湾馆有什么活动，甚至连电视啦，吼，拢把它归卡拉 OK 啦，拢归于台湾学校啦。啊，所以我这安尼就真排场安尼吼，因为人足济嘛，吼，啊，所以我就我看安怎甲因 organize 运动。在底消费啦，啊，无足袂讲真好势嘛，所以我就慢慢变来规划。对。啊，所以规划了算还好了，建立一个制度啦。啊，所以台湾迄种是台湾剩下无偌济人嘛，啊，就变作讲啊，变作台湾学校。是。啊，就是台湾学校安尼，学校校长安尼来啦。做几档？两档。两档。两档了。事实上，就是讲，反正个建立一个制度起来。是是。哦，安尼。伊2000年加2001年吼，我都做因个会长。会长。啊，我就是看到讲，这个师范院校我入去了，才看到讲，这个组织吼，不是很正常的运作啦，吼。所以我入去时，我凭着自己的毅力，第一年我就甲举办一个。才艺儿童比赛，钢琴、舞蹈，这两项器乐甲舞蹈，好，就安尼。哦啊，在财力甲人力有限的情形之下，吼，很辛苦，总算也完成。啊，迄阵吼会馆唔知影吼，哦，我咧就是啊，我拢请一挂伫遮 local 即个大专诶，迄个 college 吼，诶，遮诶。教授啦，教授来评分嘛吼，所以迄个时阵啊，当时定是陈丽华，好，啊，伊就在看讲，不是陈丽华，是新郎啊，不是陈丽华，哎，看到讲，哦，哇，真啊，这是办成啊，办个这尼啊，安尼盛大呢啦吼，啊，我迄阵因为伫会馆内底，我嘛也无讲真熟嘛吼，反正我要创我创安尼吼。哦啊，哎，就了。哦，这都应该吼、哦、来，咱传统族都配合传统族，那传统族哦啊，都爱安怎，伊就真欣赏。哦，这就是讲第一年。啊，第二年我搁再做事，我就讲，因为这个儿童才艺比赛吼、哦，太麻烦，那个乐曲吼、哦，哦，每一个人不同，我拍的迄个时阵，我这个。我这儿子女朋友拢，啊，我们儿子拢到帮忙，啊，帮忙吼，安尼一共80几个吧。哦。哦，80几个来报名，啊，我蛮想嗨啊。你无出赛啊？拢无。Sorry。啊，当场吼，都，啊，过一天里面要结束。哦。哦，我时间控制甲真好势吼。啊，就员工真成功啦，我家己也是真成功。来要弹的曲子足济嘛，伊嘛帮忙足济。无啊，我到落尾无法度，因为 computer 吼不是我们的专长啊。就当我帮下的。无啊，落尾全调阮囝从。哈哈。嗯。当时因要结婚，跟因女朋友来两个，暗时连续5个暗时，因两个拢摕 computer 在看，按怎调。对。因为。搞讲安怎呢？你们这个工作吼。要5-6个人才能做，你们怎么这样接啦？伊拢做啊个12点啊，一点啊，你怎么有办法接啦？这里接物件，这里接啊，足复杂啊。
对，初赛、复赛，决赛，好像当天就没有弄这样，就是当天就出来了，因为五分钢琴，五分小提琴，分组了，好，分组有这个打击乐，好，器乐啊，弦乐，好，啊，你来分组都没有初赛、复赛了，当天就决定了，好。啊，搁这个舞蹈，好，舞蹈嘛是爵士舞啦，古典舞啦，啊，民族舞啊呢，所以就是讲在一天里面要结束哈，哦，相当的难啦，啊，总算也完成了哈。我嘛感觉讲，但第二年我都感觉讲安尼太累了，哎，办完一次我已经生病了，然后第二年了，我转想一个就是艺术。因为我本身不要画图，但是我对艺术很欣赏，所以我就创了一个台湾人艺术家乡情艺展。啊，迄个时阵就请杨平友哈，出来啊做这个艺术总监安尼来迄个，所以就这样子在杨平友、李淑英因的介绍之下就，就啊，跟这个林之助教授哈，啊，我嘛甲买一个林之助教授的画哈，就想。甲遮台湾人早期的遮吼，诶，艺术家吼，甲因的作品摕出来展览，所以嘿，所以就林神模吼，啊，结果即摆林神模嘛无伫咧安尼吼，无伫咧，转去啊。当时。嘿，年初，今年年初嘿，我听了嘛，九十三岁，林神模。过新年啊！过新啊！台湾啊！因两个等于台湾啊，太太听讲是年底，去年年底过新，三个月后他过新，所以一个年底，一个年初安尼。啊，伊的作品来，吼，啊伊啊，搁在即个，搁一个洪瑞林吼，伊是矿吼，矿工的吼，伊知。啊，但是伊吼，惊讲去碰见吼，都唔敢提出来啦。我所以阵用遮个人诶，哦。陈景龙，哇，陈景龙，因为有陈景修，伊迄落，所以伊就有作品出来，嘛真成功。啊，我迄阵哦，嘛是安尼，都安尼拢第一遍办吼，哦啊，也是，我也觉得很圆满。啊，因遮艺术家吼，因我会当场一个一个介绍自己的作品，所以过后吼，即、這个刘峰雄哈。刘峰雄因太太罗楚莹，阿人无伫咧安尼，罗楚莹安尼哈过身安尼吼，伊阵就甲我讲，哦，你让这个艺术家这样子出来讲吼，哦，真的是太好了，这样每一个人讲因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因的作品因的迄落安尼吼，大家皆足了解，所以阿咧就做这个安尼两年了吼，啊我就。因为我参加的活动啊，真多吼，啊，师大校友会，你是不是师大？我不是。你不是吼？我北医。哦，你北医哦，医学团要学习对。啊，等，师大校友会这边，啊，搁音乐系系友会这边，吼，音乐系系友会，我都从1987年都跟接，吼，都这萧泰然创会了。陈立梅做了一任、啊、接下来我接任，就一直做，每一次两年要选了，大家都够算我吼，哇、哦，阿德呢，我想吼，一个站寡头爱拉住吼，就做了15年。哦。啊，到后来，就交棒给李秀丽。开玩笑讲，这万年国威。是啊。所以你就是安尼，你出名啦。哈哎，我嘛唔知道，都我到2007年办迄个《福尔摩沙之梦》吼了，所以我大概是安那两千年啦。年轻，2007年办的呢。嘿，2007年，所以我大概2010年哈，2010年的时交给这个李秀丽，好，2011做两年，一好对，啊做了，伊才阁交予这个。我2011年交给他，啊，这个后来他做了两年以后就交棒给蔡英如，哈、啊，所以蔡英如也做了三四，那么就是五，哈、啊，今年就交棒给另外一个啊魏志珍，哈、啊，年轻的了，哎，年轻的，所以我音乐系啊呢，
员工我伫内底若真久安尼，伫着较有经验，较有咧参与吼，所以音乐系到现在就是说一直在成长。啊，你即台电子琴？嘿，我有学过，有学过即个电子琴伫台湾吼，有学过，但是不精。不精啊！所以这就是伫美国买的吼，对面一个老先生吼，啊贵姓？哎，因的家属就讲啊，叫我甲买，我就甲买起来了。啊，这台嘛是，因为我真爱，我若咧卖出来，看到有琴就做啊。这个是一个歌唱家，吼，迄个歌唱家呐，真侪回啊，伊讲。伊即台琴嘛，若陪伊安尼真久，啊，就甲买来咧。所以你若想要表演哦，阮明日再过来甲你弄。但即马吼，即个回来啊，都唔敢讲表演啊。诶，较早伫大学时吼，确实每一日拢爱练四点钟至八点钟。哦。逐日拢伫琴房咧苦练啊，背，所以我即马头壳吼记忆力就像那。进行式的，你甲啥物人康读，伊个电话拢伫我头壳底，我都拢唔免阁去找，吼、哦，就是有这个记谱能力的这记忆啊，即摆对代志嘛是拢安尼。我有一个表姐，啊，一个叫蔡学雅璇。蔡雅雪哦，蔡雅雪是阮的老师嘛，哈，伊伫内底，蔡雅雪，对，蔡雅雪一日干两日讲蔡雅雪，哎，蔡雅雪是你的表姐哦，哎，因即马住伫纽约市嘛，对，伊本来伫遮，哎，因先生林建中教授，对，哎，因先生姓林，啊，就是伊的小蔡雅雪，哈，伊都。啊，看上来阮一个学妹吼，做洪文凤吼，啊，洪文凤伊就甲介绍吼，尹先生的弟弟，啊，所以因林达明，对，林达明我表兄，哦，就你的表兄，啊，阮吼，阮这边高伟理事吼，师大校友会40周年啦，啊，我40周年，我的一对 VIP 也多吼，我的。像音乐系的家人出来，啊，这洪文凤吼，林达明因一对，啊，蔡英如因夫妇一对，啊，我一对，啊，搁一对这个魏志珍，今今年会长，啊，搁另外一对吼，啊，拢迄个，啊，所以你来当来哦，真欢迎你来，那加分较简单啦，别做休顿啦，吼，别做休顿，高伟女士看你会使哦，来使，我真你甲既然洪文凤是，林达明是你的表兄，哦，大家拢熟识，世界真实嘞吼，我再看卖下的安排看卖嘿，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师大校友会啦，师大音乐系系友会啦。啊，这个师范院校啦，吼、哦，啊，搁一挂教会，吼、哦，我即款教会，我若有一个团契，啊，伫洛湖啊，咱团契，菲律有团契，啊，我今年嘛是会长，拢每两个礼拜就有一次聚会安尼吼，啊，我拢安排有迄个 key speaker， 吼，啊，安尼，所以慢慢呢，就是讲这个就有信心。这两年前呢，我就我参加这个台湾啊，欧洲台湾同乡会，啊，就去捌到足侪迄啰妇女会的吼，遮个朋友，哦，啊，佫去年佫去佫参加一遍，佫拄到，啊，都这个咱顶回访问这许人生呐，哈，哈，这个许宗，哈，诶，哈。我说啥？许宗正，嗯，因太太安那真爱音乐，啊，搁安那含阮音乐系一挂朋友吼，音乐系的同学，因拢变教会，同一个教会，所以讲来讲去，大家拢熟识，啊，两个拢真好安尼吼，足投机，啊，就是讲参加，所以我去年伫圣地亚哥就甲参加妇女会安尼啦。伊参加妇女会时，一看。四五十个人，伊拢捌啦。伊讲哦，你安尼袂使，你爱参加，你爱参加，所以叫一定爱参加。啊，所以即摆啊，有拢廿岁。哈，你一个车祸，真意外车祸。对。啊，我迄阵嘛是想讲啊，搭
系啊，这个老师唔知。我这2013年。我三年啦。三年啦，哦，三年啦。即马过十月才斩嘛。对，啊，国庆日迄日。国庆日迄日嘛，车祸。对啦，迄车的故障哈。唔是，伊个讲起来是突然间右转。右转。突然右转，跳过迄个。跳过迄个。bump。等跳过迄个。哎，花床吼，啊，可能跳过时要踏刹车吼，突起，突起，转踏到油门，油门，可能是安尼。我查出来叫吊销执照啊，叫我三天爱去报道，啊，无要甲吊销执照。啊，我想哇，系啊，啊，我落尾嘛是去过关斩将，我得去考吼，一去是甲叫我看目睭，啊，是甲考迄个。迄笔试，啊，我无拢无准备，拢过啦吼。刷落去，佫一个人甲 interview， 甲问啊，看你是毋是空空，还是怣怣，还是安怎？啊，伊甲问个，我拢会记哩，拢讲啊好势，啊，我拢笑笑啥物讲，吼。啊，落尾是甲讲，伊想讲我无安怎嘞，所以才开始参我聊天啦。问我讲，你现在有这叫做 bright， 我来解释。如果安尼，那看这个款吼，无你安尼啦。你搁去考试，去考笔考了，但是你这三十外个问题吼，叫你的 family doctor 加回答哦，内底问足侪你的健康问题，啊去甲我的 family doctor， 伊讲，哈，我袂使甲你回答，礼拜，我爱甲你检查，啊将伊照迄检查，啊就传真互伊，迄也过啦吼，第五关。就爱考，录取，考入试。入试。嗯。哦，迄入试吼，我去吼，迄个入试官吼是特别的入试官，哦，去的时其实我迄摆是已经受伤啊，哦，即受伤。啊，我但是我拢笑笑啊，伊知影，我知影讲即吼，伊要原来看你是不是不太正常啊，啊，无你来发生这个车祸，啊，我惊。啊，我无车，迄当时无车，我全驶，阮驾一台迄个 Chrysler， 啊，我嘛无啥熟啊，啊，伊就开始甲检查我的车，检查，我为方向都唔知影嘛，啊，迄车大台吼，啊，刹车是关一下，我无啥驶着，啊，所以用迄台车，甲考吼，前进后退，前进后退 ，stop sign， 啥物安尼，所有上困难的，伊拢甲你考。啊，拢甲你讲一句话，啊，就叫你考上坡、下坡、上坡、下坡，啊，佮上福利位安怎卡印，安怎迄落足厉害，我拢考过。伊甲扣三分啦，第一个就是刹车，第二个想，就是我个性安尼，安尼，啊，所以咧。现在要照相还是？就是坐一下。讲几句话。哦，我现在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你坐一下，他问你答一下就好。我们快要结束了。OK，five minutes。爸爸讲你是精算师。啊哈。你英语安怎讲？Actuary。Actuary。Yeah。为什么会有那种 pot 那种 job 那种需要？就是像保险公司需要人家那个 calculate rate，like price for 他们的 insurance products， 然后我们就用那个数学来 calculate 这些。Yeah. 好像每一个大公司都有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保险公司都有。Yeah. 对。Yeah. 那个 car insurance 定的太贵了。哦、oh, ，对对。你现在保哪一家？我现在是 Anthem Blue Cross。Blue Cross 那是 Health Insurance。对，那是 Health Insurance。那你的车子 Insurance 呢？我车子 Insurance 很 Triple A 对。哦 ，Triple A。Health Insurance 跟 Car Insurance 没有关系吧？没有。啊，没有对，没有关系。我是说他精算师哈、，insurance。对 ，You like the job？ Yeah, I like it. Yeah， 就是我以前都很喜欢数学，所以数学。
yeah, 我 major 就是数学，大学。但是所有十个考试全部通过，是不是十个？Just about, yeah. Just about. Yeah. You 最后一个是。Yeah, I like it. Too busy. 啊？什么？很忙啊。Oh yeah, 工作很忙。Yeah. 我今天不知道你要我做 interview。没有关系，就是你。刚刚在休息，然后就这样做 interview。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对对。You are the only one, so you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ir interview. Yeah. So I'm glad. 我都没有穿什么，就是普通穿。这个是郑秉权博士，他也认识阿公。Oh, OK。也有 interview 阿公。Oh, OK。但他现在也退休，他是 pharmacist。Oh, OK。retired。好。那这个他的儿子也一个是 attorney。嗯哼。对。好 ，business attorney。对。Patent attorney。好。还有一个女儿是不是？有吗？半个女儿，媳妇。哦，媳妇，所以你也是 only one son 哈，那跟你一样的。1973年在密西西比生的。Oh, OK。我的儿子。Yeah。是吧？你台湾话嘛要讲嘛哈？嗯，结束了。Yeah. 结束了。会晓讲呀。啊，你即马算家己开业无？开业是什么？就是 open your own business. Oh no no no. No, just belong to the company. Yeah, working for Anthem. Yeah. 好了，安尼好，今仔日到这。哦，谢谢，谢谢啦。